么些人啊，我也很欣慰。人来的确实是不少啊，是，我很痛快。改词儿了，打刚才我就要出来，啊，累也乏得慌，怎么那么累啊？刚出门回来，哦，去合肥，是倒不过时差来。合肥跟这儿还有时差，人不都说倒时差吗？人是出国回来倒时差。哦哦哦，嗯，看到这么些个朋友，我打心里我就痛快。哦，多好啊！是，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。对，掌声雷动。是，这叫快板啊。对。哎，对，就说快板儿，快板儿啊，快板儿，快板儿。对，这段叫双锁山。哎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对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一大套，慷慨激昂，嗯，催人尿下，尿下，他从本身不是，您就别说了，人唱快板那演员没撒尿。我说让人高兴嘛，恨不得哭一包，那叫催人，催人泪下，催人泪下，哎，跟尿没关系，嗯，催人泪下，好，好，您喜欢，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，听一什么呢？听什么？有人说就听一乐，啊，那听的功夫，有人说听一脆声，对呀。不对呀，不对，那就错了，同志们，是吗？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儿，文艺形式，不能看它浮浅的表面。哦，还听什么呀？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。啊，最近这么说的可不少啊。啊，错啊，大错而特错。哦，对对，教育人必须有教育意义。哦，得吸取点什么？不管花2块钱花多少钱，嗯，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。啊，合着大伙儿都到这儿上课来。滴溜，什么呀？听见什么了？必须这样。就拿刚才这快板来说啊，双锁山是啊，高俊宝、刘金定，哦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了？说明这对小夫妻，嗯，为了国家的建设，是抛弃个人的得失，嗯，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。哪有这词儿啊？这里啊。同志啊，你这个觉悟不行啊！我没领会到，你必须得有觉悟，是啊吗？听东西说实在的啊，啊，必须教人高尚，同志们。您瞧这德行，这高尚的了？怎么高尚？您就这样了都？能看不起这个人啊？不好，您站直了说话就行，不能这样啊！我的意思你要理解。您说什么来了？你要学习。哦，人要加强学习，是才能够更加向上。您说这话倒是对，一定要向上，知道吗？才能够不断的前进。这人向下啊，上下都不分的，是啊，现拐。啊，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啊！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嗯，才对呢。啊，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。当然了，啊，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啊，也是学的，这得学习呀，知道吗？哦，学，你不学习，你哪能会这个去？这是学习。门口住了一学者，哦，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，嚯，人家觉悟很高啊，跟人学去吧。那你问问人家。当然了，白天人家上班啊，咱得见缝插针，哦，有功夫去问去。对，晚上堵着门口一瞧，他推自行车出来，赶紧围上去，不耻下问，向您请教。嗯，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哦，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明白了，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。哎，一问问3小时，嚯，烦人家不烦，就跟你说啊。当然最后。人看看表，太晚了。对，改天再说吧，得休息，时间可不早了。嗯，我得上歌厅啊，接我媳妇下班。没有这么骂人的啊，咱们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哪儿啊？您这什么领导啊？这是接家属去吗？什么家属啊？歌厅上班啊？咱心里琢磨，哎呀，人家说的对呀，跟人学啊，跟人学习呀。您媳妇在哪儿工作？讨厌，不是什么都学是吧？讨厌是吗？啊，说这意思，人啊，人得用心学习呀。哦，必须要受教育。是啊，人往高处走，虽往低处流。太脏了，您这玩意儿。
你的意思呢？水往低处流啊！啊，往低处流。哎，对，虽然都是液体，没有这么混着用的。真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！啊，不是嘛？你没有水平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在那受不了教育，且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呢，说实在。啊，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？我们清楚了，都明白是吧？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，要选择着听。相声也选择？哎，高尚不高尚？哦、教人学好吗？能够受到什么教育？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启发？哦，必须得这样啊！还有什么启发？听个相声乐了就完。呸呸！你知道吗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我知道吗？现世的玩意儿知道吗？有选择的听相声？怎么选择呀、啊？这个你们有一相声叫反七口，有这段子？这个相声就不能听？怎么了？流毒太大。有什么的呀？你看这里边那词儿啊啊！那我当你爸爸，啊、你当我爸爸啊？你妈乐意吗？这个我从来不听，是吧？你词儿可够熟的，您还不听呢？你从来不听这些东西、啊，我是批判性的听啊。那您也没少听啊，批判性的听啊，知道吗？看、啊、你们那拉洋片，拉洋片拿个扇子，瞧不瞧？瞧不瞧？瞧打人家，打头啊！多残酷啊！这是我们手段。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，嗯啊，破坏了演员的形象。哦，不就让人看着洋片吗？就是这意思。说服教育嘛？怎么说呀、啊，同志？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，嗯，使我们精神文明之化开遍城乡。哦，请您看看拉洋片的。这打都不看，你这么说不更不看了吗？这个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不管你那个，你就得高尚。啊、非这么说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东西说实在的，哦，还要干净，哎，必须这样。哦，我很受启发，我现在处处啊，嗯、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。你啊，我最注意这个了，很自律吗？哎，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。哦、你看，走到街上，碰见流氓，嗯，调戏妇女，哟，我这个火腾就上来了。您抱不平？哎呀，我这个心里难受 啊！我默默地坐了下来。哎，嗯、坐下了。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干嘛呀？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的？哎呀，您打算跟他学两招是怎么的？我批判着他。那你看这干嘛呀？你要注意这些个细节啊，知道吗？我一点我都不落，我都不闭眼，睁眼还睁不过来呢吗？嗯，可恨得慌啊！我在想啊，想同样是人，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啊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哦，啊，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？是啊，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流毒没有肃清，想的太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这个心里很难受啊，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。好啊，我实在我是真是看不下去。哎，对了，可是呢，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。您先等会儿，这都啊，流氓吃亏，那个妇女太壮了。您倒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？哎呀，我的心里很难受 啊！在旧社会，万恶的旧社会，啊、土豪劣绅、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。现如今，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，嗯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，不能容忍呐！到最后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嗯、啊，站起来一伸手，打他一拳，拦了辆车，对，啊、走，送我回家，走来，走了。哎呀，社会太平，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吃，你知道吗？嗨、哎，您这什么理论呢？这是从车窗里往外看去啊，看着这个妇女满脸是泪水，嚎啕痛哭。哎呦，我的心潮澎湃啊！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《秋月无边》，怎么说的？凉风有庆秋，月无边亏我思家的情绪，好比度日如年。我虽然没有好像拦着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甭拦着您了，我这才听出来您唱着就走了是吗？我心里不是滋味啊。您还不是滋味呢？痛恨这个流氓啊！啊，啊你天下人都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不用这个了啊，不用这个了，我心里难受啊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，这也学习啊，同志们啊，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，嗯、啊，洗刷我们灵神灵魂里边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绝对不能够放松啊啊！
您放松，您说说清楚，您嘴都松了，说到这儿啊，什么呀？学习什么呀？这东西学啊，学什么呀？啊，国家大事啊，是吧？国家大事跟国际上接轨，接什么轨？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，包括有一成语，成什么语？禽流感啊，最近。您这研究从不先秦史，不不，这你先到历史，没到那儿呢，没到那儿呢啊！禽流感是成语啊，对啊，什么成语啊？怎么了？禽流感怎么会是成语？历史故事吗？禽流感吗？什么历史故事？这你看，你不看书啊？书上有禽流感，你看你消息消息啊？什么书啊？你看有那个什么故事？历史故事哪儿啊？孟姜女哭长城嘛，哭出禽流感来了。没有，你看这不消息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孟姜女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您说点别的行不行？哭完了长城，长城倒了。啊，秦始皇很喜欢她，哦，想跟她耍流氓。嗯、啊，秦始皇想耍流氓。嗯、啊，孟姜女说了，你敢？哎，禽流感吗？这就是禽流感啊！哦，就这么个历史故事。你看看，这好几千年了，到如今，你看出这么大事，好嘛，得到消息啊，哦，不能说空话。就您这学习，不能说废话，要实际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要实际好好学习。到2000年的时候，嗯，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很富强。我要到月亮上去打秋千。这不是这是，现在就2005年了。你糊涂了。你糊涂了，我糊涂了，还是你糊涂了啊？现在就2006，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，没人告诉我呢。您还过不过日子了呢？你们居委会通知了，居委会不念月份牌，知道吗？哎，是吗？这都应该知道，糊我吧你？是这怎么在座都知道，谁不过日子呀？这个是啊啊！哎呦，真一糊，秃噜过去了啊！这有秃噜，我跟你说，正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很富强吗？不，你呀、啊，嗯，净说着空话套话没用，知道吗？啊、你落在实处，你干的，我看出来了。你这人啊，一切都落在嘴上，根本实际的、啊、一点都不沾边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你爸爸。我们俩这岁数，谁像爸爸呀？我像，甭跟这儿找便宜，我这说你呢，知道吗？大肠、啊，连人孩子都看出来了，是吗？你这叫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。你呀、啊，少说点空话，多干点实事，这是真的啊！以后少说这话，尤其啊，评论我们相声的，我最不爱听啊！我告诉你，对，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个，对，你说的对，对，干嘛？啊，说的太对了，你说到我心眼里头来了。您也这么想、啊？谢谢你，学者。我媳妇儿可是好人啊。咱先说头了。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嗯，对，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，嗯，大伙儿都很好，只有我落后了。我退了步了，我落了后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我要了命了，我要了亲命了，我要了我的亲命了。哼，哎，我还能加字儿，我还能添字呢。这个再说一个男的啊，我这就甭说了，您想点实际的好不好啊？我要消息。还是学习吗？努力的学习。嗯，我要追上你们大伙儿。哦，我赶上你们大家，落得太远了。我要为国家做贡献。啊、嗯，我决定了。干嘛？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。哦，我要做点贡献。干嘛？我同大伙儿我起誓。我发誓，从今天晚上开始。哦，我好好学习。嗯，我再也不胡作非为。啊、嗯，再也不空想。哦，再也不说大话。哎，不说空话。对。不说瞎话，哎，我要努力，否则的话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，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永安门外245号的公民了。哎，住哪儿记得还真清楚啊？对，我一定要努力。嗯，
您支持我啊？您努力我肯定支持您呢。你看不起我吧？我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鼓励我啊？肯定是鼓励您呢。真的，我这就为您好嘛。是吗？对啊。我谢谢您。别客气。我谢谢您。我决定了，我学习啊，我学习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我您想一想，我当个科学家吧。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。努力啊，学习啊，科学家也是人啊，这不容易。不容易，容易就都干了。哦，我得来这冷门的东西。哦，科学家学科学，是对不对？怎么研究？买点瓶子去，弄点罐搁屋里边养蛐蛐啊。我搁药水啊，我研究哪个跟哪个能炸了，哪个跟哪个能炸了。然后您上天安门广场现在正逮这个呢，我告诉你。看不起我呀你啊，你不拿我当回事啊？不是，您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，您这个。小啊，我做实验呢。啊、哦，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。是啊，我一定好好练。好，我练成了，我以后我造福人类啊。哦，我很多科学发明啊。嚯、哦！啊哦，发明。我。您拿一花楞棒发明啊？不是啊，干嘛呢？这是科学的东西。我叫甭大声。我首先干嘛？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。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？2000层，两千层，每层都有卖吃的，净是吃。一层摊煎饼啊，二层炸油条，吃不出什么好。三层煎饼果子啊，四层洗手间，洗手间。对，然后往上走吧，啊，就是四层洗手间，都是洗各式各样洗手间啊。从四层往上都是卖吃的哦，包子、饺子、馄饨、面条、炒饼、烩饼，哼，都有。啊，我没吃完一份，我就回四层歇会儿来。好嘛，这位还直肠子，我来回叨叨他，我告诉你，啊、对。我要弄一大电梯啊、哦，坐电梯。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，嗯，我弄一过山车。天安门广场过山车，呜啊，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啊！好嘛，这可够悬的啊！这个这是机械原理学。呵，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，这搁哪儿用？在长安街上。嗯。我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啊，掐死了他。哦，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，两边不让走人。哦，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，弄好了干嘛？放水，咱们弄那激流勇进。呜、哦，去、哦！哎呦，那好玩儿、啊！对，我收票5块钱一个，好嘛。不够那厂租钱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您那儿干啊？反正我要发明创造了啊，我要做科学家了。这同志们，都看看我吧、啊，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。哦，以后轻易不会让我出来。啊，您赶紧回去吧。我是一个大科学家。嗯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你们鼓励我，谢谢。哎，对，全鼓励。谢谢。啊，来，走吧。挺客气，谢谢。行了，我去买字典，买铅笔，买橡皮，先从认字开始学。回家，我今天晚上开始啊，我先回去学英语。好，啊我饿不泼摸泼，汉语拼音那叫不诺夫。嗯，我就背呀、啊，我写。好，再见了。啊，去吧，我得走，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。赶紧走，买那字典去了。哎好，再见。嗯。谢谢，行了，走吧。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，谢谢。哪儿有？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。哎，不过愿意学是好事。于老师，怎么了？你说我行吗？什么行吗？你说天安门广场好接电吗？这您得先打听啊，这个。再一个，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，嗯，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？那就得安潜艇了吧？那就。国家让吗？我看这事儿也悬。悬，咱就不弄了吧。哎，对，别找事儿，推了这念头，别找事儿。哎，再一个，买本字典我也竟不认识的，还是不认字，卖那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啊不干点别的吧？哎，您最好转转行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干什么不是服务啊？是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啊？力所能及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们干点什么呢？你好。嗯 啊，我得学习啊。是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？我做个军事家吧。好，您这难度都够大的啊！又做军事家了。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，知道吗？您这手势，我老觉得那么别扭。
军人嘛，啊，军人嘛，军人哪有这个呀？哎，我学习啊，啊，我买那些书。拿破仑打仗的事儿，对吗？这也学希特勒打仗的事儿，哦，八年抗战的事儿，经典战役，这个我都得学啊，我得好好的学，学烙烧饼去得了，干嘛呢这？军事啊，翻书看，对呀，对呀，啊，翻看翻翻翻翻，没有饭，没有饭啊，哎，没有，部队里怎能不管饭呢？奔那饭去的呀？管饭呢？啊，对吗？我就是一个军事家了。啊，我一会儿买那绿的迪卡布做军装去。做军装去？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。啊啊，看好看不好看呢？啊，好，是不是？嗯、啊、嗯、啊，一个崭新的军事家。啊，对。不久啊，嗯、啊，就出现在你们大家面前。哎。啊、这儿不是厕所啊，后边有裤腰带松了、嗯、好嘛，这军事家系紧点儿，太好了啊，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的，您呢？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堵住了，您打薅着我领子近身肉搏，来一大耳贴子，哼，打翻他口袋，嗯、啊、有烟吗？恐怖分子就放了吧，你要拿人家就得给人放了，好嘛，您就为抽这根烟呐，我就喜欢那打火机，哎呀，四方的，对对对对，电镀的，不不，嘚嘚嘚还响呢，不行行了，你甭弄这个了，美国出的，倍儿贵，好几百一个，美国的恐怖分子啊，啊，哪儿都行，甭管哪儿的吧，啊，我就得着了，我搁口袋里边，行了，您又来一个，我这，呀、啊，嗯，翻口袋啊，嘿。有钱没有，嗯，都是我的，改劫道的了、啊、军队嘛，军队翻人东西、啊、知道吗？军队嘛，不给我就抽他，嗯，上面一拳下面一脚，嗯，我拿大花盆砸他脑袋，好嘛，什么武器这都打了，他眼珠子上都缝针，哎呦太狠了，让他哭，嗯，把他冤死他就得了，嗯，没这么冤的，好，他爸爸叫杨乃武，他妈叫窦娥，好嘛，太冤了这位，我一天我能打一百多个，嗯、啊，我就好些个打火机烟卷啊，哎呀，那个没开包的搁边上，嗯、啊，我弄个小铺，卖呀、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您想点好东西好，对呀，啊，我要成立军队，成立军队，嘿，我找好些个那个没工作的，嗯、啊，小孩不上学呢都来，嗯、啊，都是我的部队，嗬，买两匹绿布，嗯、啊，给他们都做军装，嗯，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你们去。买那绿胶鞋啊，跑起来快那个啊，都一人一双哦。我给他们训练军训，还军训，站好了，嗯、啊，大个站头了，小个站后头，啊、小个站后头，对，那还看得见吗？那个，嗯，我乐意，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，好嘛，你这习惯了这，这好的都买前头是吗？太好了，嗯、啊。我有自己的军队啊，好，我给我自己授衔，自己给自个儿授衔，我就以后国家管了，现在不就自个儿管吗？啊，自个儿来，也让他们都喊我哦，也别喊司令，也别喊将军，叫什么呀？喊老大，老大，我管他们叫小弟啊。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，这、啊、我在铜锣湾扛把子，以后就。这都我这不行了，别比了，我拿我那打火机点着了啊，还行行，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吧？这个我这好好啊，什么您这什么称呼啊？我觉得将来我就是军事家啊啊，打枪啊，哦，会射，起来吧，哎嘿嘿，起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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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留神，手榴弹吗？哪儿手榴弹？这怎么扇呢？手榴弹吗？哪儿啊？你这，我就手榴弹往上扔啊！掉下来不也炸自己吗？这个，对吧？向我开炮吧！啊，对，我向他开炮吧！还想谁呀、啊？我就是个军人了。啊，谢谢各位。到那会儿，我跨马抡刀，骑着大马，还骑马，跨着我的军刀，嗯、啊，带着我的部队，啊，哦，带着我的军帽，啊。这玩意儿怪脏的，搁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啊！谢谢大家，你们支持我，谢谢。谢谢他们支持，谢谢，你鼓励我吧，谢谢。
行行了，走走吧，我会成功的。是，谢谢，去吧。啊啊啊！我买绿布去了，给你捎出一身吗？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的部队还缺个压寨夫人呢。算了。什么部队呀？这是再见了，再见了，走吧。这位纯属云山雾罩，是自己办军队，这都是我这头回听说啊。甭管怎么着，云老师，我行啊。您干这个，我琢磨这军队给起照吗？您先问军队有照吗？非法的啊，军队都是非法的，没听说过。他们都没照，这没听说，人家不是照，怎么着没照？国家的那是，国家的。对了，我也姓郭呀、啊，郭家的呀，你以为德云社呢是怎么着？你看看，郭家的，郭家的。对了，私人不让弄是吧？不让，商量商量。甭上来，没上来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活该。干点别的吧，干点别的吧，行吗？你就干点别的。哪不是为国效力啊？为人民服务。对呀、啊，我要当个文学家。都来了，嘿，这行啊，文学家，这不用算数啊。算数不行，不用算数是吗？嗯，我当个文学家。嗯，我大作家。哦，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。您先说清楚了这字儿啊，写字儿啊，我天天写字儿啊，写字儿、啊，字儿，字儿，字儿，是字儿。哎，你个嘴有毛病啊！我嘴有毛病，写什么？这么说，写字，写字，字啊，行，我写作呀，不久的将来，大文学家。嗯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，我发誓了啊！嗯，我发誓。我今天要开始学习，学吧。从今天晚上开始啊，什么都不干了啊，什么都不干，就是写字儿。好、哦，就练字，给你古典文学，行吗？没问题，练。我先写个《水浒》，这《水浒》不用您写，早有人写了。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《水浒》，那不是也是《水浒》吗？我把三国跟《水浒》揉在一块儿啊。那还能看呀、啊、那个哪有人不能看的。我写水浒啊，我写再写一个水泊梁山，再写一个水泊梁山的故事，嗯，再写一个梁山好汉，再写一个。您起那么多名字管什么用啊？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啊。这也区别。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。我最爱写，先写这个，先写这个、啊、先写金瓶梅。来啊，我写这，写完我改电视剧，电视剧我50集，100集，100集，100集电视剧啊，50块钱一集，发财了。100集50块钱一集，那就发财了啊啊！找剧组给钱，嚯，拿来给我数，嚯、啊，都是10块钱新的，一百的都没有，拿家去往炕上一扔，嗯、啊，给我媳妇挣钱，看见了吗？嗯、啊，挣钱了，嗯，炒菜去，嗯、啊，开个电视，嗯、啊，我看新闻联播，哎，盛饭，哎。错太咸了啊，都七个汤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您这咸了还七个汤，自己都不带做的，我开水七个汤喝、嗯、啊，我就了不得了，我出门，我以后我买车啊、嗯、我骑车很快的啊、嗯、我玩命的蹬啊，我自行车啊，再也不怕费鞋了，我哎对，不走道，谁还愿意走着走了啊、哎、有车了，我买车，我五环上先来一圈，好嘛，累吐了血吗，这不得痛快啊，不用钱了啊，我买个军大衣穿，买新的，新军大衣穿，好，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，就靠这么一军大衣了，太好了，嗯，我痛快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不久的将来，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，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嗯，不久将来我就成了，嗯，谢谢你们大家支持我，谁支持？从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，好，谢谢，嗯。行了，走吧走吧啊，谢谢，哪正事儿没有，还这快些什么毛病啊，这走了，就是这会儿便宜又找我签字的吗？
全想起来了。现在是五块钱一字啊，啊，以后成大文学家，啊，五块钱下不来了啊。现在也没人找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后回去吧，走吧，后回去吧。嗯，我今天回去，我先学我写我这名字。嘿，你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，这位。是胡说八道，满嘴胡天。哎，这人啊，一点正形没有，我瞧出来了。于老师啊，你看我行吗？我看你不行。你看不行，你干点什么去？啊，你们这行还缺人不缺？没不缺。你们行缺司令吗？我们这行要司令干嘛呀？你缺文学家吗？没有。你们要科学家吗？没有，不要，都不要啊，都不要。你能送我张月票吗？干嘛？你们演出这月票给我一张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尽量少来。像您这讨厌。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。怎么了？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，您啊，我就跟你绝交了。我啊，我回家我要练功啊，我晚上开始，我就开始学习了。我就、啊、现在天就晚了，黑了，活该，明儿就亮了 啊。哎，那您不是是今天晚上开始吗？晚上是晚上啊，不定哪天晚上啊，确定的吧。好。说相声只是我的工作哦，除此之外我有别的爱好。喜欢什么？我爱看芭蕾舞。啊，高雅艺术，最爱看这个，是啊，养眼，你知道吗？没憋着什么好心，您艺术啊，艺术，您按艺术那么看了没有？前些日子。世界很有名的芭蕾舞剧，什么小天鹅的续集哦，大烤鸭跑不了，在通县北原环岛那儿演出。哇、哦、我去啊，买票哇、哦、对咱来说10块8块买张票算什么？不在乎。买躺票，躺票头一排躺票，他妈躺着呀，你们都坐着看我躺着啊、哦、躺头一排，我特别喜欢看芭蕾舞啊。行，我知道您这爱好了，看连颈椎都治好了。嗯，我很喜欢这门艺术。嗯，哦，我还喜欢看马戏。马戏，哎，耍狗熊哦，耍老虎啊，那是功夫。训狮子，对，咱们瞧着都害怕。嗯，他跟那儿训多好玩。我去看啊，观众都叫哟，这干嘛？大老虎，老么大，老么大，大老虎，大老虎吗？一个大姑娘跟那耍这老虎，她不害怕。人家最后这姑娘嘴里叼块糖，嗯，老虎过去，咔
人没事儿。嘿，好些人还鼓掌，我说这算什么啊？我也行啊，您也行，跟那老虎签签啊。您等会儿吧，啊，是吧？您等会儿吧，把老虎签开，我要来叼你糖去。我弄一天我都不累，我告诉你，那姑娘累了。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？啊，没听说过。我最喜欢这些高雅的艺术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你别看我看这个，我这人没有别的不良嗜好。是啊，你抽烟喝酒这我都不会。啊，没有，从来没有，不赌，郭德纲玩牌没有，门也没有，不干这个。这好，这几样说良心话不好。说五毒俱全，就是说这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，这不好。哎，你们家有块匾是这个吗？你们家才有这匾呢。我记得客厅里五毒俱全吗？没有，没有哈，没有。摘了，摘了，后来摘了，压根儿也没有啊。吃喝嫖赌抽这样，人可得千万小心。哦，要是一过分，连命都得搭里头，连命都搭里头，坑家败产就因为这个。你瞧，当然了，话说回来啊，啊，吃喝嫖赌抽得有钱的人。啊，对，你这吃不上饭，你还能这样吗？没钱干不了。哎，你非得有经济支柱，知道吗？得有钱。他们家行。我们家。我们家行。那我们家。他祖父很有钱。哦，富裕。哎，老爷子像当初是从政的，一个政客，当官。哎，他这个怎么说呢？啊，独特的身份。北京丐帮的帮主，丐帮帮主算政界的呀，从政很长时间啊。明朝他们家祖传的，知道吗？有根棍儿，拿着这个举着杆上，杆上打狗棍，不是这个，没有贬你的意思啊，啊，没有说你出去拾破烂要饭的，没有。那不是丐帮帮主呢？不要丐帮啊，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哦，天底下凡是要饭的，要了钱都给你。西装革履的坐车，哦，也有派，身边美女环绕，往那一站，大企业家一样。嚯，啊，秋高气爽了，带着这些美女，老头出去玩去。嗯，你怎么看？你是跨国公司的总经理，哦，就这么有份啊？拄着拐棍，嗯，天青水碧，鸟语花香，嗯，扶了扶金丝眼镜，拿手一指，嗯，你们看，嗯，南面的山坡下面是不是有块饼啊？嗨，还是要饭呢。什么不好呢？你这这个职业习惯，职业习惯，算了，甭提了。干这有钱，家里有钱，啊啊啊！所以他们家具备这资格，吃喝嫖赌抽。哦，有钱就干这个，这样啊，他挺继承他们家特点的。我还继承这个，你看常跟他接触都知道。啊，于谦喝酒那没数。啊，这我好喝酒，酒是好东西吗？啊，《论语》上有这么两句话，怎么说？酒是爹，菜是娘，喝喝就比枪毙强。啊，《论语》上有这词儿。翻翻有这第四篇，第四篇甭翻了，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这都论语上写的，这都论语上写的。哦，少喝对身体有好处，嗯，舒筋活血，有助消化。对，拿它当正事儿干就错。天天喝，你跟他似的，我真处处喝酒啊。哦，喝酒跟印驴似的。有这么喝酒？深的朋友一块喝吧。啊，往这一坐，我这筷子还没拿出来撕兜呢。嗯，他那等等等等等，先喝了四杯。了得这么大杯白酒，咣咣这么喝，有量呀，看着害怕呀。嗯，喝一会儿站起来不行，我走肾，好，上厕所走肾。嗯，得把这酒尿出去。嗯，啊，不去洗手间，那上哪儿？饭馆门口花池子。哦，啊，我们跟着怕出事啊。嗯，啊，他没事，哎，稍微有点晃啊，挺清楚，回去甭管我，没事。嗯，说话挺利索，是往这一站，一拉这个夹克的拉锁，呲儿。一进门看着来还晃悠。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嗯，
吓坏了我们了。哦，他拿着当厕所了，要了命了，都裤腰带都解了。啊，玉倩，哎，哎，叫我，他急了，啊，别敲了，我也没带纸。嗨，喝太多了，很有量的一个人啊，好量还能这么喝？好喝酒啊，他爸爸这点就好，不喝酒，他们老爷子不喝酒，哎，好抽烟。这烟勤点，有认识他父亲，嗯，于少谦，于少谦，我们家这味儿怎么拎的？这是大户人家按家谱排，于谦，这是于谦，嗯、他父亲这是于少谦、于小谦、于再谦、于右谦、于还谦，还谦呢、啊，甭谦了啊！没听说过我们家家谱倒着排啊？那不叫这，你爸叫于德云，于德云，我爸爸到哪辈儿都占啊，于德云。于静国，甭提这名了，你就说我一个，你挑一个，我甭挑了啊啊！他爸爸了不起的人物啊，随他爷从政，哦，也当官，在公安机关上班，嚯，老警察了，是，我上单位去找他父亲啊，一瞧一团上古精神，哦，你这一喊，我在这儿呢、啊，他爸一出来，就这两步走，你看吧，受过军训，哦，这一喊的这一出来啊，嗯、啊，就这两步走。这他腿有毛病，腿有毛病啊，特别有意思，往这一站跟警察们客气极了都。哦，报告政府啊，犯人是怎么着？就说得教你犯人说话呀，教你犯人说话，这一句一句教用得着吗？这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老爷子得天独厚，净人给送烟。是啊，一天到晚抽一根接一根，哦，伸出手来十个指头，啊，一个里边加一根烟，这样抽，这烟瘾太大了吧？这看着麻痒人里边。烟叶成金的买烟叶回来搓啊，搓完了红葡萄酒撒在上面，哎，香啊！咱不懂啊，不抽烟不知道啊。是，据说这个抽完柔和啊，对，抽着烟是甜的，哎，是都一样。嗯，他母亲舍不得，怎么挺好的葡萄酒，你倒那上面了吗？嘿，头等功夫换的酱油，酱油撒上，你抓把烟，来把辣椒面，不，来把孜然，什么都往里倒，卷完。挺好，口重就是啊。嗨、啊，抽了一个多月，站在宿舍口，小孩过来都问他：“嗯、爷爷还有大腰子吗？”好嘛，烤羊肉串儿这是。闻这味儿不老对，那是不对。抽这个，后来于谦上四川演出去，啊，当地出水烟，啊，那大桶子，大竹桶子，对对对，这越长越好，过滤的好，是是，里边装上水，这儿一抽，咕噜噜噜。对，这尼古丁全过滤到水里边了。哎，他爸爸抽这不过瘾啊，咕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抽完了把丝儿拔了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喝那水啊，痛快啊，他痛快，这才过瘾，好喝这个是吧？啊，后来又好闻鼻烟，鼻烟也好，鼻烟粉末状的，是不是？老北京好这个啊，对，现如今不多见了，是，就是大石料天会摘还有卖，只有这么一家了，饿他了，一去把脑袋蹲在柜台上，嗯，老贾。一点来二斤，嚯、哦，这么笨呐！喝，一个能抽，一天到晚的喝竹筒子，嗯，抽烟菜，呵，抽烟叶，啊，闻鼻烟，不干别的了，人都弄得齁瘦齁瘦的，啊，坐在街上靠着墙角抽，嗯，街坊都吓坏了，赶紧报警啊！啊，这有一自焚的，嚯、哦，讨厌的这，警察来看看，您、嗯、什么眼神？哪是自焚的？就是腊肉，腊肉，抽成什么模样了呢？好这个。千千万万可别是沾上这瓢，哦，瓢不好。有这么句话呀，劝瓢不劝赌，嗯，这个字儿很厉害，《论语》上曾经说过。又《论语》？君子好色，取之有道。嗨，《论语》逮什么说什么。瓢门深似海，一去进不来，这都是《论语》说的。您就别说这《论语》了。谁好这个呀？啊。于谦不好这，于谦他父亲也不好这。都没这爱。于谦的父亲好了，于谦父亲的哥哥好了。于谦，于谦，你们家，你大爷吧，你大爷，大爷，你大爷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哎，这没有啊，这个，我是说你父亲的哥哥，你大爷吗？对吧？你骂人，你怎么了？您说这人是就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谁呀、啊？您看。什么您就对啊，您这说说骂人还对呢、啊、你看我说这人呢、啊、你小心眼儿你看见吗？不是小
于给大伙介绍介绍他大爷怎么成一个嫖客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不是您可别说这个，是好意，不是您什么好意啊？真事儿，您这可不成。怎么了？我这刚才都说我们家这抽烟喝酒这都没关系，您说这我们家人可没这毛病。不是，你看您，不是咱说，可是说您咱先说头了，个性是不是个性，您这说这没怨我没说头里边。不是，我们家有别的意，我是好意，好意也不成。您说这我不爱听，咱光露脸吗？嗯，这露什么脸啊？急了急了，不是急啊，您这说别的都可以，都是小毛病，这可是大毛病。你这别急事白脸，我们家人没这毛病。您那说什么都我错了行吗？别闹别喊，别喊人笑。不是谁笑我，您就我错了，你打我行吗？啊，我干嘛打我？犯不上，你别解解恨呢。你骂我，你骂我。我不会骂人，您就我就说你催我，你催我行吗？你催我两口，你解恨，催会吗？我干嘛催你？你解解恨，你解解恨，你解解恨，这是啊。行，这回我解什么恨了？这回该你了，来吧，这回该你。我干嘛呀我？不是你这你不依不饶的，怎么了这是？不是不依不饶，这事儿说没法儿，我罚我行吗？啊，这罚你什么？我错了，干嘛呀？罚我，罚我钱行吗？哎，这个哎乐了。毛病知道吗？不是，罚我，罚我行吗？你就得了，甭罚您了，拿走，很快的，走去买套房去，去，对吗？干嘛挤的谁呢？对，拿走谁呢？我不在乎钱，不是，说实在的，我也不在乎。您说这干嘛呀？不拿这当回事儿，不就五块钱吗？埋死你，埋死你啊！你埋死谁？这钱不是没有，说两句，对面拿走十块钱不行，罚我，罚我，罚我吧，罚我，罚我吧，我错了行吗？干嘛呀？我错，罚我得了啊？钱呢？我错了，你看罚我，那钱的事儿这有什么呀？啊，合适吗？咱就是合适，那这个没意思，那个没意思，干嘛罚我？罚我，拿着你罚我，干嘛罚我？你看罚我吧，多少钱？十块啊，找你这五块，您那哪儿啊？您骂我一句，还拿走我五块钱，这什么人性这是？小心眼儿是吗？谁甭罚谁了啊？谁甭罚啊？他大爷确实是嫖客，还来呀、啊？不是您半天了，你不说完这多别扭，听吗？这叫起哄啊！观众永远是正确的。把这事儿搁徐德亮身上怎么样？他是你大爷，去。没听说过，您说他得了，甭说我。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？还真事儿。特别好啊！他当年出过国，大生意人，哦，都跨国了。哎，有生意哦，在国外没事外花钱去。跟那回上新加坡嘛，哦，出点笑话，出点事儿。怎么了？上新加坡是搞了没事儿。上哪儿玩去呢？当地人告诉他。上哪儿？亚龙湾。哦，好地方。红灯区。啊。好，大爷挺高兴啊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这儿了。奔这儿去的，我去参观学习吧。啊，嗯，一瞧啊，街两边站的都是大闺女小媳妇，好看着。哦，啊，过去还问问，你哪儿的？嗯，你哪儿的？哪儿的？我背景的。背景。我还藏着呢。嗨，没一准地方呢。说瞎话，瞎话，小中国话不利索。不去了。前面有一大宅子，大院子，当地红灯区，政府允许的。哦，你大爷去了，碰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在当地很有名啊，是叫艾艾苏。哎嚯，嗯，你一挨着她你就苏了，那、啊、就这么漂亮，好看。嗯、啊，我李大爷乐了，把买卖都挪到那儿坐去了，好嘛，把自个儿的钱都汇到人家妓院的账上了。哦，天天挺跟着高兴吧？嗯，过了没些日子，钱都花干净了。回国都回不来了，没钱了，走了了。嗯，这艾艾苏还不错啊、哦，你别走了。不是，怎么这味儿的艾艾苏？学历大，学历大，不像普通话吧？哎，这您就说别走了。哎，你住在这儿吧。嗯，在我们这儿干点别的活，扫个地、倒个水，不也好啊？打打零工，就是我给起个艺名吧。还有艺名？挨着我最近，嗯，大了苏，大了苏啊，大了苏，哦，挺好。好好，跟这儿天天干活。
哎，这天又来一客人。哦，你二大爷，我这俩大爷全干这个啊。二大爷去了，有钱，哦，高兴啊！一进门把支票拍桌子上了，桌上不走了，带钱来啊！尤其瞧瞧爱苏高兴啊，做首诗吧。哦，还写诗？哎，倾国倾城世间无。好，爱苏说了啊，美人还需贵人扶。会说话啊！你二大爷又说了，万两黄金中何用？哦，你大爷说了，明年一对搭了苏，哎，全这样。是不是？别沾着，绝不能沾。哎，这个跟吃是两回事。是，你看吃喝嫖赌抽，这吃算一个字儿，但吃是最简单的。啊，吃点喝点，人不能不吃饭。对，《论语》上说过啊，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”这《论语》逮什么说什么，知道吗？啊，吃是分怎么吃，不能胡吃。哎，那对，不能乱吃啊，也不能舍不得吃。哦，还有舍不得吃的，您他就是。打我认识他，身上就带10块钱，知道吗？我们家一个没跑了，知道吗？请客的时候，一般来说都是请人吃早点。早点很便宜啊，要一碗炒肝，俩人吃，请客。俩人吃一碗炒肝。啊、今天中午来饿了，门口摊套煎饼，一边吃一边哭。哭什么？这得多得吃饱了，这个。嗨，舍不得吃。这点来说，你三大爷不错。我哪儿那么些大爷？您就说那个老爷子会吃，嗯，也舍得吃啊。哦，山珍海味，什么叫时兴的海鲜？嗯，只要一下来就吃，哦，对身体有好处，汤汤汤汤汤汤，啊、嗯，准得吃了它补啊。而且为了有助消化，吃完之后一会儿还倒上来再嚼一遍，这个养生之道。我三大爷牲口啊，啊，是吗？您说这倒教的是吗？什么事嘛？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什么事？您还没病死呢，是吧？注意消化。我问你了啊，我说外边人都卖那个营养品，鳖精什么的，您来一盒啊？不喝那个？哦，不喝这个，不管用，骗人。不信这？知道吗？做鳖精的那个，买一个王子熬汤，嗯，熬完之后兑水装瓶卖，啊，干7年了，一个王子没用着。嚯、啊，纯粹骗人！我不吃那个。啊，于谦他爸爸就干这个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我不喝那个啊。我得吃点独特的东西啊！吃什么？我说老爷子，交给我了。哦，我给您找点独特东西。嗯，吃完之后保证您身体好。您给找东西去。我认识保定的朋友。哦，给老头炖点驴鞭，吃吧，那倒是补。老头吃完了，嗯，精神焕发呀。哦，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说实话，哎，这会儿别看我70了，找一公司，我说当经理，我都能定下来。我精神头来了，可以呀。啊，我又找朋友给他炖了一盆牛鞭。吃这个，老头什么都精神。嗯，我这回我能当总经理，嚯，不服行吗？啊，上承德给弄点路边来了。老头吃完高兴了。哦，我能当总理，哼，了不得了。上东北弄点虎鞭炖完了吃。啊，这怎么样？总理，总理我都不干了。干什么？我想当流氓。没地方撒这火去了。看见没？啊，这几样啊。下笔如有神，没有啊？没有，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你糊涂，下笔，下笔，再不下笔，谁跟你玩儿？扎金花呢？是吧？这《论语》上都有，《论语》上还有扎金花，都有啊。有的人指着吃，还有靠这吃饭。哎，上谁家玩牌去？不上班，上谁家玩牌都算好。今儿我能挣多少钱？嚯，拿当买卖干，那没有把握。哎，一进门前后院都看得了。墙头，蹬到墙头上去，这我能出去通条马路。哦，进屋里一看，这儿一窗户，这儿一后窗户。嗯，四方桌子人都齐了，找。嗯，靠窗户这地儿。哦，这儿就歪了，钱都扔桌子上了。哦，一会儿咣咣咣一砸门，警察来了。
抓赌。他一伸手把灯关了，把钱糊了怀里边，推开后窗户跳出去，翻墙头回家了，跑了。耍钱的贼就是，也指着这挣钱。他四大爷就不行。我四大爷又怎么了？他好玩钱，但是笨。不灵，哎，上谁家去玩还爱玩这个？哪有牌局准确？是啊，一进门我上炕，我上炕里头坐着去，我啊，还炕里头，我倚着那被窝坐啊，舒服。我这大皮鞋新买的，80多，给我搁哪儿？搁哪儿？老家搁柜门里，坐柜里坐着。哎，把钥匙给他，让他拿。好嘛，他心细啊，一会儿功夫警察来了，呼啦全跑了啊，就剩他一人坐炕上望天啊。好嘛，你干嘛呢？啊，花钱呢？你怎么着？我跟你走吧，走啊，走不了。怎么？鞋还锁着呢。嗨，没这么笨的了。在过去来说，耍钱无处不在，都耍。最简单，早晨起来连卖早点的都带赌。这早点卖怎么赌啊？带抽签的，挎一篮子肥肉酱、烧饼果子呀，哎，都准备好了，水麻花啊，手里拿着一个竹筒的，这么高，是里边装的竹签子，刻的排酒的点儿，你抽吧。一毛钱抽一把，一抽啊抽三根啊，三根这点儿搁一块儿，超过13，你算赢了。这就赢了呢？哎，赢了之后能白拿一套，比如烧饼果子，白拿一套，白吃。哎，要说是14、15、16，这是拿双份儿，干嘛？3个1带4、5、6带顺儿，哦，这就是顺子了。顺子这能拿2套。哦，哎，早晨起来净是这个，不是？拿过来，啪啪啪一抽，每把都灵，你瞧瞧，每把都赢双份儿。大牌抽签的汗就下来了，那可不是吗？这一篮子都给人家都不够啊！啊，有好心人，嗯，家里多少口人呢？家里说4口人，指着我一个人。哦，行了，拿一套，我先吃的吧。赢那些个你都存起来，以后碰面再吃吧。好心眼，这是好人。对对对，就怕碰见你大爷这样，要亲命。早上起来跟街上等着，抽签的还没过来呢，指着这个呢，还没来呢。伸手先抓起条烧饼果子，这烧饼几两啊？先看大小，2两，2两，太小，我们这儿都8斤烧饼，锅盖，哎，您别闻呐，这入口的东西，不让闻，不让闻，脏，点呐，没羞刺，你倒，来，抽一把，抽吧，拿过签筒子来，未曾抽之前，啪，这干嘛呀？先打个4个嘴巴，这为什么？为了一会儿抽出好签来。这把不算啊，不算，先试试啊。试试。走，14，走，15，走，16，连上了，顺子给2发。你瞧，你不刚说不算吗？啊，再来吧，蹭，抻出3根，攥好了，迈步就跑啊，跑。这后边追，回来，你哪去？我上这儿来，这边风水好啊，这风水还信这？讨厌，抻出来。活不了，走，这是16。哦，你爸爸活得了吗？找你了，再抻一根。这根要是虎头，你们家断绝根了。好嘛，舍不得抻，搁到后边摸。哦，是虎头吗？是虎头吗？你抻出来瞧瞧。是我出千的吗？抻，一使劲，出了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四大爷这正摸签子呢。你爸爸打那边过来。哦，得。兄弟干嘛呢？抽签呢。我瞧瞧吧，跟后边毛腰看点儿。什么毛病？这一毛腰不要紧，出签了，走，全插眼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瞧瞧，哎呦，那我没瞧见。这种话说的，走，我弄去上医院。哎、上医院着什么急啊？那是虎头吗？还虎头呢？天闷啊，慢慢的可能就天凉快点了。哎，大伙儿慢慢跟着坚持吧。好，
挤着，小化妆间，嗯，后台也没有空调，啊，就一电扇跟烧饼这么大个儿转，管什么用啊？看着就恨得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想把它吃了，热也没办法，你为了相声事业啊，再热也得坚持着。是，后台好多演员散了都不走，大伙还坐在一块儿开会，啊，这节目怎么能说得更好？他评论一下，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凡是开会，李菁都不参加。李菁，李菁最近很忙啊。忙什么呀？李菁最近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交女朋友。交女朋友算出事儿了？岁数不小了，李菁。啊，李菁今年也28了，29了，那不小，是不是？该交了。于谦想当初交朋友时很小，4岁。不着急的，天天在家里，他爸爸就说的，嗯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么说话是传下来的，家传的这个。好啊，你得赶紧交一女朋友啊！他自己也着急。我的妈呀！我能不想交吗？其实大伙不知道，因为教育中受过打击。哦，受过刺激。他早先上学是北工大。北京工业大学，是从上学的头一天，就瞧上一女生同学，长得漂亮，好看，好啊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，大高个长头发，小腰子一圈儿，嚯，瘦啊，好看，一年级他就喜欢这姑娘，好啊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慢性子，不好意思说，你看，羞于启齿，多少次跟这女的走一对脸，他冲人家乐，乐就乐出什么声儿啊？出声儿引起人注意啊！一躲很帅啊，还吓着。这女的跑得这快呀、那可不是吗？兔子都是他孙子，好嘛，人儿就跑了。一晃一年级就过去了。到二年级，他把自己的心事儿跟同学们说了。有几个不错的知心的朋友，许德亮啊，曹云金呐、这好人们都不错，是吧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很喜欢他，哎，我怎么能跟他交朋友呢？出出主意啊！许德亮说：“这好办呢，你跟他说去啊，找他。”嘿，好嘛，许德亮的模样啊，大伙出主意，他不敢，不敢说。金子也，黄金子，你跟他说，直接说吧。拉倒！哎，您告诉人家，总这么揪心不行啊！啊，行，我找机会跟他说，说吧。这一年也没找到一机会，还是抹的。转过年大三了，哦，大三了，自己着急呀、他总上那个图书馆看书去，我也上那儿看书，好，都看了快一个学期了，他怎么不理我呢？等着人理你。大伙劝他，你呀、你知道吗？你这性子要了亲命了。对，跟他说去，我喜欢你。对啊，跟你交朋友，别害臊，别害臊。嗯，我还是不好意思，要了命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大伙给出主意，写个条，写纸条，啊，给人递条，把你心里话写上，省你说。对，写完条给他啊，人家要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你就死心了。哎，就这么好啊，再不答应就毕业了。不是看书，看心都在那儿啊！女孩看了什么就看了几眼，噗嗤一下，冲他还乐了。哦，哎，有戏啊！啊，对呀、挺高兴。一块儿去的，徐德亮好几个人。写，写，快，写，写，写定去。这你乐有戏，快快快！裁了张纸写上。我很喜欢你。哦，我喜欢你3年了。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来找我。好，写挺好。行，走到跟前儿，哆里哆嗦的。给人家了，搁这儿了啊！今儿跑回来坐这儿看书，还假装来低头看书。女孩拿起纸条看了看，乐了。哦，把这条夹在书里边，站起来收拾东西，把书、眼镜都搁在这包里，要背着包过来。奔李菁过来了，嚯！
我不看了。嗯，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出去吃顿饭吗？嘿，李菁很高兴啊。你先走吧，还有两片看完呢。嗨，都耽误了。快板儿变换道具了。不是上下了，回去吧，去吧，给他穿上点面的出来啊。这两天，昨天啊，还是挺可乐啊、哦。哎，这又说一段这个，你是说什么了？啊，徐德亮啊，这挺有意思，挨着个儿来。先走的说，这个下雨都知道这两天，嗯，我们这后墙这儿长了好多狗尿苔，长得很肥硕，啊、嗯，跟蘑菇似的。徐德亮演出散了一瞧，咦，这我得得着这个，哦，这还得着，这都揪起来了，啊、嗯，弄一大盆都洗干净了，哦，找我们前台借的电炉子，借的锅，哦，做水跟那儿就煮。吃啊，打算吃啊，啊、哦，最爱吃煮蘑菇了啊，是蘑菇，等着吧，嗯，哎，还没熟呢，他媳妇儿来了，哦，啊，有人见过他媳妇儿，嗯，没事来，总爱遛狗，哦，家里养一狗，这么大个小破狗，嗯，牵着啊，他不回家呢，嗯，嘿，我要给你打电话，咱们家今晚上都开火了，啊，啊，咱们这儿吃煮蘑菇，嘿，蘑菇是外边摘的，不花钱，嗯，啊，这水是他们去厂的，这炉子跟这锅都是他前台工作人员的。没自己的，咱们家今儿晚上省了，等着吧。嗯，两口等着，一会儿的功夫煮开吃吧。是，刚好吃了以后，还有一小孩，嗯，就是前面检票那孩子，一脸芝麻那个烧饼，啊，这还叫烧饼啊？烧饼过来，你别吃这个啊！人家来这吃死，哦，那东西有毒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吃死你难过了，知道吧？俩一琢磨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是有这么一说呀。对，外边摘的蘑菇容易有毒。是是是，这吃完了要吃死了。嗯，徐德亮出一主意，先给狗吃，让狗先来，嚯，盛一大碗给狗吃。啊，这狗真爱吃，哇哇哇，一大碗都吃。哎呦，吃完了放给他，让他跑了，看看狗没事，咱两口再吃。哎，对，狗有事，咱俩就别吃了，也是办法，放开吧。哎，半个小时，嗯，狗还跟着玩，没事，稍后能跟着狗斗。啊，徐德亮两口子一看，来吧，没事了，咱们吃吧。哎，大口小口，连汤带蘑菇都吃了。哦，刚吃完，嗯，撂上烧饼过来了，狗死了。啊，那狗死了。哟，俩人吓坏了。你早说呀，啊，刚吃完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啊，我们不想死。啊，有办法让这肚子东西出来能吐吗？啊，烧饼出一主意，那吐口嗓子眼呗。啊，口嗓子，哎，口嗓子眼吐不出来。你看，这俩人特别爱咽下去的东西再出来很困难。好嘛，舍不得，馋呢。烧饼告诉了，啊，那上厕所你俩喝尿去，一喝尿就吐出来了。吐，赶紧去吧。啊，拿盆儿揣着，嗯，两口子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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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喝了好几升啊，真不少喝呀。喝吧，喝完了，嗯，哇，全吐出来了。啊，吐了吧。哎呀，两口子都吐干净了，嗯，连早点都吐出来了。嗯，踏实了，坐着歇着。啊，哎呀，可累死我。烧饼，嗯，我那狗死的时候惨着了吧？嗯，它叫没叫？嗯，叫啥呀？大汽车啪就压过去了。徐德亮走了吧？没找你来吗？啊，其实亮子跟李菁的关系是最好的。说俩人。你琢磨这道理，徐德亮走了，嗯，李菁好意思再出来一回吗？啊，对对，是不是？嗯，他们俩是发小，哦，发小，法国人的小孩，没听说过，是这么解释吗？啊，不是这么讲，发小就是从小的时候一块长大的，哎，上学的时候一块啊，上中学都在一起，嚯，哦，后来上大学两人分开，嗯嗯，亮子上了北大，啊，李菁上了这个北工大，北工大，哎，俩学校，但是后来呢，两个人呢。还是邻居，俩人街坊挨着住，这一块走一块回来的，嗯，哥俩好极了。哦，而且来说这个李菁啊，你别看脾气慢啊，嗯，热心肠，哦，特别热心肠，
家伙啊，李菁是热心肠的人啊，好人。亮子结婚之后啊，家里面那家具竟出毛病。徐德亮那个人，你琢磨他舍得花钱吗？你想啊，不舍得买好家具。整个结婚连请客吃饭都归一块儿啊，连家具带装修1000块钱。一千呐、啊？我们一共花1000块钱。这办什么事啊？他能省吗？他能省吗、哦？结婚的时候，亲戚朋友发一条，凭这条上门口小铺那儿领一盘炒饼啊。没怎么花钱。看得出来。嗯。买这家具也挺次。哦。尤其这大衣柜。怎么了？他们家临街住着、嗯，只要一过公共汽车，他们屋里大衣柜这门儿，马上就开。好嘛，只要一过车，马上门就开。你说晚上多瘆得慌啊！就是，一过公共汽车，这门就开。公共汽车，天天徐德亮这媳妇就说的，嗯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啊啊，这是媳妇吗？这个，啊、这媳妇儿挺壮的啊。李菁能修啊？对，一打电话来，李菁，谁呀？我是徐德亮媳妇儿。哦，二秃子。嚯，这媳妇叫二秃子。什么事儿啊？嗯，你柜门坏，你给修柜门去。哎，这就去。啊、哦，这会儿是上午11点啊。嗯，挂了电话，下午5点李菁来了啊。太慢了，性子慢。嗯。徐德亮肝直颤，啊，气坏了！你干嘛呢你？哦，你干嘛呢？李菁乐了，啊，我要说等公共汽车，你信吗？这是不信。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哎，坑蒙拐骗。说学逗唱，这是后整理的吧？没听说过，压根儿就这样。说学逗唱，哎，哪门弄好都不易。对，这个唱是唱什么呀？什么？太平歌词。对，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，在旧社会来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。缺一门功课，四门功课你短一门，别人都挣100，你挣75。你看，所以那个年头演员只要是要脸的，都得学太平歌词。哦，哎，一解放了吧，相声演员都救了。学了都拿工资了，谁也不用后台分钱了，嘿，没人学。但实际上太平歌词非常的好听，好听有意思啊，您给唱两句，唱两句大伙听听。嗯，太平歌词有两个玉子，我们开场那俩徒弟唱的就是，哎，我也没带着玉子歌，就来素的吧。哎，没有，来素的唱一段叫博蛇传啊。好，杭州美景是无双，金黄奇幻一套，自己的清香。这春有凤一头鸟语，新长荷花映满了池塘。这秋观冰月如同碧水，冬
就拍啊，咱们就为了气门口那摊煎饼，跟人家有什么关系？他不会这，不光他不会啊，说相声会这个都少、啊，没有几个了。现在这小点儿的，2000年出生的人啊，这我也太小了吧？就跟我在一块儿、啊、这段时间，长能耐了，见长了，现场他不知道这个，没有，他哪听过这个？没有，郭先生，他从小就去，他是厨子。不干了，做饭没有，滚泥球。哎哎，我会这。后来吧，咱我们哎，我不是我教这些学生嘛，你别说了，不是没听见，我学过这。然后啊，你那样怎么了？说话你听不见吗？给你脸啊！啊，谁脸呀、啊？同这么些人，我要栽你不合适。栽谁？打小我们也学过这么做客。那小学切丝吗？背刀啊，没听说过。太平歌词有，真假的？唱过。刚才这段是什么？您干嘛去？说干去。《白蛇传》呢？你这多好的技巧啊！啊，我刚说一句，我要唱《白蛇传》，记住了。你说这不是偏财？说句良心话，前两天带他看病去了，知道吗？那脑仁跟松子这么大，打开脑盖就一碗面汤啊！我招你惹你了？您没有这么说话的、啊、你不会，你别走。我干嘛不会？打小做客我们也学过啊。那娃娃腿出来的，你这会这？厨子也学这个？没干过厨子啊？是吗？咱先说好了啊，打小做客学相声啊，这有什么太平歌词吗？你不会啊？干嘛不会啊？你看你这，你怎么了？今儿生日啊？这跟生日没关系。生日啊？干嘛还祝贺两句？给你来五去啊？那再把那盘使一下，哎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不会没有啊？别开玩笑，会这个？你不会？干嘛不会？我再唱一个，你就不会？你不会？哎，还甭说啊，您唱我就知道您唱什么。真假的？当然了。哦，这不枪火吗？我给你点厉害，看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。哪儿学的词儿啊？您这都是？你要舍得词，我就舍得埋，这都《论语》上的，知道吗？这《论语》不说好话了，是吗？这都盗版的，知道吗？那就行了。听出来了，是啊，单刀会，三国队，嚯、哦，这有什么呀？菜刀会你也会啊？菜刀干嘛？我还厨子似的啊？这我不留面子了啊！留什么面子？您唱啊！我可不留情面了啊！没有，您唱不是你们在座的，跟于谦啊关系好啊，你们关系近的啊？干嘛呀？这是他枪火枪到这儿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办法啊！谁枪火呢？我再一个你就不知道了。没有，您唱我就知道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行了，甭上口了。你听我这普通话啊，这普通话呀，那庄公闲游出趟啊，我这干嘛听你的呀？我会这个，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这劝人方。我能跟你一样，我是艺术家。这艺术家这一身毛病受不了。怎么了？从上礼拜四开始，我就是艺术家了。您这日子掐挺准呢。我怕你这个，说实在的啊。您先下去，您先下去。艺术家没有往桌子上坐的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能一样吗？啊，不一样。你打，我唱了吗？我唱了吗？这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还有什么不一样？庄公那多了，那系列的那玩意儿。这有什么系列？你刚听一句，宝贝儿，你哪知道我这个去？知道吗？您这跟我不一样，多新鲜呢！呵，你气死我了你！好好好好，咱指不定谁气谁呢啊！您说说您怎么不一样？一样啊！我知道怎么不一样，您得唱啊！那庄公，嗯，一样啊！现在一样的呢，闲游，嗯，你别找难看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找难看，你甭想词儿啊，唱。替你可笑的慌。嗯，出趟城西，城西南角一样啊！哎哎，好嘛，
学扔手巾板吧。我跟你那不一样啊。什么不一样啊？节目腔下去了啊。是啊，可多可乐，这得有幽默啊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搞笑最搞笑了。往下唱拉啊，往下唱唱啊。嗯，拉住书记啊，是个老大娘。什么折口这都？老大娘，嗯，国庆节放了这一年的假啊，他要到回龙观，嗯，去逛逛商场。好，老太太驾着云头来的多么快啊！他来得了，大圣二就下了。没到地方呢，猛回头瞧见了自己的老伴儿。哦，说老头子，哦，你跟我一块儿，嗯，上外飞。啊，可不是飞着去吗？两个人驾着云彩来的多么快，又飞了。嗯，前边一个，后边一个，一块飞。老太太说：“嗯，我的老头子，怎么能叫了？我的老头。”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嗯，你慢慢飞啊，要比天面带刺的玫瑰。什么都有啊，这里头一前一后就飞得多么快啊。飞吧，来在了三环就落下了晕头，又下来了。老太太推着三轮车打一辆下力啊，怎么上啊？这是一块二，甩什么腔啊您这个。真正好，当年拆了如今又重盖。嗯，既然重盖你当初何必拆，全想起来了。两个人扭回头酒吧天朝乐的进。哦，来这儿了。一进门，嗯，进胡同边往右拐上了三等台阶。哦，又往里拐，嗯，那儿有一个卖票的老头。嗯，他姓刘。哦，老头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啊，这东西深了，这个什么深了？这拿了高科技，就您这个啊，高科技是吧？还高科技呢？哎，我说啊，哎啊，唱的不错，哎，还行，还行，哎哎，再来一遍怎么样？啊，再唱一遍啊！大伙儿这么爱听，再唱。有一个厨子叫王大胖子。哎哎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唱好些。
一样了。不一样，哎，告诉你记住了，怎么了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是吧？没听说。上哪儿去？我没这么比的，够一下啊！够什么呀？好听着呢，是好听，特别高。嗯，够孩子带住了，别吓着大伙儿啊！您唱一唱，唱这段叫叫班。好。刚才这是孟鹤堂，周九良，是好家伙，今儿上海这雨下的是真大啊，变天儿了今儿啊，变态什么变天儿了啊，变天儿了哈，对了啊，来的时候门口他告诉我说雨太大了，是刚才咱说了半截的时候您有印象吧，这房顶子哗楞楞哗楞楞的啊，一下噪音就大了啊，这个雨太大了，嗯，那得谢谢您各位啊，下这么大的雨还来听相声呢，是、啊、你们太有钱了，真是嗨、谢谢吧，嗯，有观众们这么鼓励咱们得好好的、啊、应该，天为罗盖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困不一般，嗯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，呵，怎么想起背这么一出来？感慨命运，命运怎么有什么可感慨？你看看啊，老听人说，哎呀，命运如何如何啊？有的人说这个瞎说哦，啊，封建迷信，不信。哎，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？嗯，反正我呀，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什么也不信，也年轻嘛。四十岁之后，逐渐的又重新的看待一些个事情。哦啊。人对宇宙的理解最多是5%啊，那不多，很多事情你不能说你看不见就没有，是吗？对，有的时候好多事很难讲，比如说嗯，这儿放着两碗米饭，哦，这碗米饭被人吃了，嗯，吃完之后经过消化排泄到厕所，嗯，这个就是他的命，这碗米饭的命，对，那碗米饭没有被吃，嗯，没有被排到厕所，是，这就是他的运，哦，都不一样。当然了，摆了些日子没人吃，最后长毛了，还得扔到厕所，还是他的命。这都是定数。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，嗯、啊，就一直说相声嘛。所以说，踏踏实实端正心态，嗯，啊，所谓的命运这东西呢，也不好讲，我们也不能说你不了解，你没看到什么什么，你就说都没有，也不科学。没看见就是没有吗？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哦 ，WiFi 你看见过吗？啊 ，WiFi 有。你没看见 WiFi， 你能说没有 WiFi 吗？那肯定有啊。声音你也没看见，嗯、看不见。你能说它没有吗？啊，秦始皇、包公、朱元璋、岳飞，哪个你都没看见，你能说它没有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嗯，你没看见我去你们家，我就没去吗？
这话题转得太快了吧，您这个。我这个意思您得听明白了，就是未必眼见为实。对，所以说只要把心态调整好了就行。嗯，说相声的心态，什么叫好心态啊？是，就是好好说相声，就认命。你看这玩意儿很奇怪哦。哎呀，这帮说相声的，哎，就有人喜欢。嗯，这帮说相声没人喜欢。是，有人也问我，嗯，有窍门吗？嗯，有。哦，还真有窍门。各位带着笔的，你们都记一下啊，可以记录。哎，出门之后你们照我这法来，你们就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相声艺术家。那您说一说，不久的将来你们会接到赞比亚的邀请啊，大盆的恩熙妈等着你们。算了算了，相声怎么能好啊？是雅俗共赏，这么简单呢？天下没有比说相声更聪明的了。是，最灵的就是艺人哦。哎，你看这个演员，你看人家说的没有屎尿屁，没有伦理，没有什么，人家多高雅，如何如何。嗯，你得问他在哪儿演的。哦，演出场合不同。今天台下3000科学家，我们怎么演？哦，明天给领导去演，我们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对，后天村里边丰收了，搭个台子，站在那儿顶风冒雨说，怎么说才能把这钱挣下来？嘿，什么叫好相声？嗯，合适的场合，合适的地点，用合适的技巧说合适的相声，给合适的观众听，就会有合适的效果。嗯，这也不容易，你瞧，啊，都灵着呢，啊，都灵着呢。你说唱昆曲，昆曲人唱昆曲，《游园惊梦》《牡丹亭》，吹个笛儿，人就干了。对，过去最红的时候，比如人家上王府唱去，哦，王爷坐在这儿，带着几个福晋，嗯，娘娘坐一帮妇女，哦，你就跟着唱吧，吹个笛儿，《游园惊梦》。嗯，说明天啊，咱们村里边大丰收了，哦，哎，山坡上搭一台，底下50000老乡，嗯啊，你跟着唱，你就得连跺脚，再喊，再弄，脱一光膀子。嗯，老乡们觉得你卖力气。哦，他认这个。艺术的存活跟他生存的背景是有极大关系的。是，那是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要单纯的评论，哎，必须要雅，必须要俗，那个是不讲理的。哦，你雅你也雅不过昆曲啊。昆曲是很雅呀，对不对啊？那这清朝那会儿。官方要求必须唱昆曲，唱地方戏算犯法。哦，不让唱地方戏啊？乾隆44年，嗯啊，来了一个唱地方戏的演员到北京，叫魏连生。嗯，那红了都不行了。哦，啊，太红了。后来好多昆曲演员找官方，就把这个人愣轰出北京，不让唱。那么王道呢？不让唱啊。嗯，但是又过了些年，乾隆55年，乾隆过生日，嗯，又欢迎天下地方戏进北京给皇上贺寿。哦，这个过程叫花雅之争。嗯，地方戏这回再来那不一样了。哦，啊，就大伙儿团结一块儿，最后形成的才有的京剧。哦，所以说单纯的雅和俗没有意义。嗯，你雅你雅不过昆曲，昆曲太俗也不行。太俗怎么又不行了？好，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啊，谁看的呢？没人看。嗯，今儿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，我觉得。对。加钱也不行，嗨，不是钱的事儿。真是的，您能给多少钱？去，不说不是钱的事儿吗？啊，去，下次再说。嗯，所以说这个单纯的雅，单纯的俗，嗯，都不合适。对，什么叫雅俗共赏呢？嗯，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，我嗨，别老提这个了，你。我们需要让于老师准备一下，这个他只会脱裤子唱昆曲还不行，这得现学。在后台我也告诉说相声的孩子们要努力，一定要努力。你要努力了，你就会成为相声一哥。对的，你要不努力，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啊，一哥们儿，差远了这个。那就差了太多了。是，好好说相声，养家糊口。挣钱吃饭，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，这不假啊。不同的节目一定有不同的观众，大伙儿爱看，这就挺好。是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大饼卷一切，万物皆可添富罗。好家伙，还有这么总结的呢。对，反正干了这么些年了吧，嗯，我们这都从小学相声，这做科嘛。啊，我是7岁开始学评书。哦，评书的底子。我说书出身。哦，9岁开始学相声。哦，
好，80年代末的时候说相声实在是不挣钱，嗯，我就跟着唱戏的那些个小班社，哦，哎，就出去跑连外，我们叫。还唱过戏，唱戏唱了5年的戏，嗯，京剧啊、评剧啊、河北梆子，嗯，天津啊、北京啊、河北省、啊、周边各县、啊，就唱了5年。哦，所以我这个过程跟于老师的学艺不一样。于老师他是先到这个甘肃啊摘苹果，然后啊他去，我这别提了，我都跑遍全国了。那相声啊也好，京剧也好，电影也好，其实还有一小窍门，就是合适。您再说说什么叫合适？主要是合适啊。这个举一个小例子，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吧。哦，就出去吃饭。吃饭，比于老师老北京啊，吃个炸酱面，很正常。您到炸酱面馆，您比如您带着您的女朋友，啊，年轻的时候，那倒不重要。哎。别不重要，我现在要带着女朋友。哎呀，我怎么一说，观众一听哦。这是假的，就完了。您把这说前头啊！哎，于老师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女朋友说：“你看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吧。”哎，我这打哪儿拐来这么一女朋友啊？我这，哎，高峰的姨啊。嚯！于老师行，你跟我这么久了，嗯啊，天天咱俩人偷偷摸摸也不容易啊。还是别人都不知道。我要给你买一块大牌的表，哦，好表，啊，我带你买表，嗯，啊，咱们先去吃饭吧，先吃个饭很正常。俩人先去吃炸酱面，这都不像买表的时候啊，嗯，就先这么一说呗，啊，哦，生活化是吧？啊，吃炸酱面，炸酱面馆，啊，那伙计，您去过，尤其北京啊，嗯，那炸酱面馆都是肩膀搭一个毛巾，对，于老师来了。哎，就是，哎呦呵，二位里边请啊，搭茬儿嘛，啊，快坐您的啊，哎，这擦着桌子啊，跟聊天一样。两碗啊，两碗，好，两碗小碗干炸，小碗干炸是炸酱面馆要敢跟你说小碗干炸，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。这怎么代表身份呢？一般的炸酱面啊，嗯，头天半夜他就炸了这么一大锅，哦，这一锅酱搁在炉子上一直咕嘟着咕嘟着，嗯，谁来了端面来，夸给你盛上点酱吃去吧。哦，这就炸酱面了。那么小碗干炸呢？小碗干炸是讲究啊，我们四个人，哦，叫四个小碗干炸，嗯，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给你炸的。哦，单一锅单独炸完之后给您这一碗。哦，您还有一碗，再炸一份酱倒到您碗里边。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小碗干炸是单独给您炸的酱，这个讲究，这就上讲究了。哎，嗯，两个小碗干炸是免青豆。哦，不要青豆，不吃豆子，免青豆，嗯，啊，嗯，好多来几瓣蒜，哦，两瓶啤酒是啊，10个腰子，好嘞啊，嗯，我是吃面去的吗？我这个一看您这脸色这气色啊，啊，10个腰子不要钱，白吃啊，嗯，好，腰子养的，哎，这你看这个状态，嗯，你看服务员说话这样就很接地气，你要了东西，嗯，整个人觉得这就是合适随和啊，嗯，您俩人出来再奔大牌店。哦，你看那个服务员就不一样了。买表那大牌店，对吧？俩人这吃炸酱面。哦，啊，这女的还得说呢。是，你看我对你那么好，嗯，你给我买块表啊。啊，对，一会儿就买，别老提了。哈哈，啊，吃，俩人擦擦，啊，擦擦嘴。嗯，这酱都擦脸上了。嗯嗯，擦完了，买表。对，买贵的那个表。是好表啊。俩人就奔这个 Seven Eleven 了。对，啊 ，Seven Eleven 卖表吗？我这完就买表，是我给你买个包，哦，还买包，哎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女的乐坏了，哎，太好了，哎，对，啊，你比我那个老伴儿对我还好呢，对，这都是我干农活的时候攒下的，这个，嗯，俩人就大牌店吧，啊啊，你看大牌店的服务员再出来，穿西装打领带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，嗯，头发梳得很好，嗯，啊，于老师您好。认识，这是您的女朋友啊？啊啊，于老师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哎哎还、哎、干嘛？我们不是正经的那种夫妻，我们也不是。我跟他说这么清楚干嘛呀？我就说就过去买东西就完了。啊，对不起，于老师，打扰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您来看看包吧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新出的，是啊，配秋冬季短款貂绒，非常的得体。哦。啊，丹尼，把那包拿来，让于先生看一下。好，你看他这个状态，嗯，
跟炸酱面馆它就不一样，俩风格了，所以这就叫合适。哦，这么合适，这两种服务方式一掉个儿，嗯，就不像话，反着来也无所谓，都是卖东西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卖块表，又重新来一遍啊。好，现在你吃炸酱面去。啊，炸酱面馆，于老先带着妇女吃炸酱面去。是炸酱面馆的伙计啊，嗯，穿西装打领带，这不也很绅士吗？啊，金丝眼镜、啊、对，于老您好，来了。哦，嗯，哦哈，这是您的那个搞破鞋的那个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我用你猜这关系吗？我对不起哈。啊，欢迎这位女士。完了吗？哎，女老师介绍，是不是我的原配太太啊？我也是闲的。她有自己的老公。你说这干嘛、啊？我们是一个意外的机会走到。你吃不吃面啊？你干嘛去了？请坐。啊，欢迎来到老北京炸酱料理旗舰店。这还旗舰店呢，这是我们今年秋冬季新款面酱给您炸的。是吗？配两样面的宽条，非常的得体啊。可以可以，汤姆，有，把那限量款的那蒜拿来。哎，这让于老师嚼一嚼。这玩意儿还限量呢，你听着就难受。这就不好听。这吃完了俩人一擦脸，好家伙，还是那酱、嗯、这回该带我去卖表了吧。哎，对，还没忘这茬呢。卖表带我卖包去吧。啊，对，去吧，俩人走吧，买包去吧、啊、到卖包这儿、嗯、一进门卖包的大牌店，这都肩膀搭着毛巾啊，啊，很接地气。来你来买包来了，有鱼老来了。认识啊。嗨啊，这是您的丝儿吧、啊、你管着管不着啊。于老师解释呢，嗯，不是，我们不是正经夫妻，他也不是，不是我女朋友，还是三儿吗？啊，确实，他有老公，我们很低调，请把监控关上，我们不方便，太见不得人了，哎、不可以。哎，来刷刷短视频那个，别拍我们俩，别拍啊，我们来看包来了。是啊，您呢，于老师啊，于老师您看这包吗？这包今天新出的啊，是吗？特别好，就是不好卖啊。啊，那什么那个，哎，秃子。把包给于老师拿来瞧瞧。哦，于老哪于老师？就是勾着大娘们的于老师。这还什么乱七八糟？我说打算卖不打算卖了这个？你看您听这意思，您就听得明白，对不对？他这两种服务方式讲究一个合适得体啊，不得体还真不成，不得体就坏了嘛。是，先掌握这个之后，我们自己还要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哦，哎，你看有的演员吧，他就是开场的条件。第一个节目，哎，你看啊，比如说一般一个相声专场，我们这专场，对，如果不是专场的话，大概是七段相声是一个晚会。哦，有的人他的命就是开场的命，就老是头一个。我们边边大子那个说相声的师哥有这个，对，你给他搁在开场，山崩地裂的。哦，好，哎，有的呢就倒二最合适。哦，压轴，倒数第二是他。嗯，他能让观众不走不上厕所，保证最后的底角上来底还好看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但是你看他挺好，你给他搁到最后，观众就全走了，就没人看了。你看好多事情很难讲，嗯，人力可为，人力不可为。怎么着还人力可为？有的事情人力可为，有的事情人力不可为。您能举个例子吗？这太抽。你看啊，做艺的人啊，搞演出的人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人力可为，人力不可为。就是有的事情人可以设计，有的事情人不可以设计。怎么人还可以设计？怎么设计？比如于老师啊，于谦老师，您现在不是相声演员了。哟，那我干什么呢？您是一个电影的演员。啊，影视演员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您要求上进。是。您要成为一个三级啊。我要成为一个三级演员，还是我要拍一三级电影啊？什么叫三级？您说清楚。那么大岁数，窝窝戳戳。什么话呀？您现在是四级演员。哟，我还不到三级呢。低了。哦，您要努力成为一个三级。那太要求进步了。是啊。啊，您在北京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干嘛？拍完就烧啊？是怎么着？有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吗？谁一听都知道这是瞎说。这不是，这就省心了啊。你万一真说你是哪个电影制片厂的，你知道谁哗站起来往外就跑，我要举报他。哟啊，他讽刺这个电影制片厂，咱别没事找事啊，对吧？他一到那儿一说，那个郭德纲说了，八宝山电影制片厂，人有关部门也得说滚。哎，人家也不信，两省心啊，两省心。八宝山，您现在就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一名优秀的四级演员啊，那就谈不上什么优秀了，很优秀。您拍了很多的
很多的影视剧的作品。我还有自己的代表作。你拍了不少电影啊？是吗？床头床尾，床上床下，床前床后，嗯，床塌了，床碎了，嗯，愤怒的邻居等等。我要有这么多自己的代表作，我应该三级甲等了。现在，我怎么还四级啊？我你单位里边演员多呀，啊，评级得慢慢的评啊，得轮，对不对啊？哦、所以说有话有一举报去了，快点！哎，这嗨、哎，他不是，快把他弄回来！哎、你这跑了，你这不得不防啊！没有人举报，等他回来看我怎么羞臊他的。啊，你说哪儿忘了啊？啊，那重来吧。是，于老师啊，正在快。摘苹果啊！从哪儿来呀、啊？您太早了，您要调到一个三级啊！我要评级，正好啊！电影制片厂最近要拍一个新作品哦，有新电影。这个电影如果能够拿奖，您一定能调级。啊、那我得参演啊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您是男一号，我还主演；女一号是苍井空。嚯！那有他带着我肯定行。故事一开始您是一个大学生，年轻的大学生，好好好，一考到大学校长就喜欢你，校长爱我，爱你，哎呀这孩子真好，于是呢收您当干儿子。哦，我认了个义父。哎，他是你干爹，哎，他是你的义父。好，哎，然后副校长说这孩子我也喜欢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哦，这叫俩义父。哎，教学主任也喜欢你啊，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哦，全是干爹。哎，传达室的王大爷也喜欢你，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我认那么些义父干嘛呀？哎，学校还给你送了块匾，叫什么呀？富可敌国。谁都跟我比不了，那当然了啊、于是你就贺号了。我叫什么？你的名字叫国民义子干殿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、我的学校里边很好、啊、然后送你去实习。哦，还都实习、啊、对，你到一个夜店去实习。我、哦、这专业到对口。那是那是啊啊。然后你我想你在夜店里边你就玩那个电磁炉啊。啊，这电磁炉干嘛？我在烫着。那叫什么？打爹的。对，你就开始打爹、我不骂娘啊。打完爹打什么爹？怎么着？打爹。打爹。对了，女一号出现了。哟，她来了。哎呀，苍井空出现了，多好啊。苍井空看见你四目相对，嗯，电影里边这种爱情观众一看就是明白了。是是是啊，这个女孩看着你。对，我对你那么好，给我卖块表吧。哎，对，高峰的三姨跟我对手戏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反正就喜欢你。哦，但是呢很遗憾啊，有一天你被夜店辞退了，干得不好。哎，这个故事需要。哦，好梦总叫尿憋醒嘛，是吧？这什么比喻？这是你也没跟那个女孩留联系方式。哦，也联系不上了。没有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。嗯，这是句老话。哦，形容日子过得快。时光荏苒。什么叫荏苒啊？荏苒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吃饭那紫苏那叶。什么叶？苏子叶儿。哦，苏子叶叫荏苒，它这一年变好多色，变完了它这叶子就完了。哦、啊、哎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。是啊、嗯、于是您就到另一个单位去上班了。我又上哪儿了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杂志叫花花公子。嘿，它的分社哦叫花子公子、哦、我就要饭去了。不是，人家名字嘛、啊、艺术嘛，您到这儿来当总编。哎呦，我的文人了，我滴溜逮谁文谁啊！哎，对，文谁呀、啊？我，哎呀，大家都夸您了不起哦，有能耐。这个总编，哎呀，天赋异禀。是啊，就是天天你的义父都给你禀。哎，这嗨，义父管饭啊！哎，突然间这天你又遇见苍井空了，这不是缘分吗？你看看啊，对呀、啊。于是你想求婚，哎，应该的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那得买了一个这么大的钻戒。这么大个钻戒，得有半斤左右。
嚯，如果直接的拿出来，来我给你这个，我求婚怎么样？太俗套子了，不浪漫。您买了20个发面的饼，我就要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这么大的饼，哦，发面就得这么厚。是，哎，买了20个，嗯，其中一个饼拿开，把钻戒能搁进去，摁进去，这20个饼找一麻袋弄好了，嗯，扛在肩上，是拉着这个女孩，我们去春游吧，上外边玩去。第六，嗯，到山坡那儿，小溪潺潺，天清水碧。哦，您把这麻袋，我去你的吧，扔出去了，一抖楞。漫山遍野都是发面饼，那撒了，您拿手一指，嗯，那个，哦，苍井空就跑过去了，啊，捡起饼来，原地咔嚓咔嚓咔嚓就吃了，那个，哗，他又去了，哦，捡饼就吃啊，俩就没了，哎，简短截说，20个饼吃到最后一个，嗯，这是钻戒，这命也太次了，你最后一个才吃出来。于老师双膝跪地啊，求单膝双膝啊，哎，双膝是要认干妈，我那是，嗯，单膝跪地3拜9叩、啊，哎，这没有这么大礼，向你求婚，求婚就完了。苍井空说，嗯，同意，这同意了，电影结束。就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？这个啊，给这么些粮食应该没问题。好家伙，赶上灾害了他，这个，哎，这戏拍完了，一下就轰动了，还火了。哦呦，大伙儿都爱看。哦哦哦，最为难的是你们电影厂的厂长啊，领导手里已经有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了，就一个。这个你说这就难了。怎么难了？我是给于谦，是给苍井空，这俩人谁对我有用？那苍井空对你有用，那这比不了。话说到这儿，您就应该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这就是人力可为。哦，人说了算，人力可为，可以设计啊，嗯。就这几级演员给你给他，没有任何区别啊，都行，对不对啊？嗯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好干。哦，这个哎，你有的有的，比如体育比赛也是如此。体育比赛呢？体育比赛那就属于人力不可为。体育比赛？咱俩比赛。咱俩是俩武术家，哦，我擅长青龙偃月刀，好，你的特长是指甲刀，我这啊，咱俩大战3000个回合，用不了3000啊，对，有俩回合我就成馅儿了，你看，所以说那就好比啊，是啊，包括跑步，嗯，从这儿跑到那墙那儿去，可以啊，我跑一个7秒，哦，你跑一4天，我嗯，裁判得想为什么呢？不，那什么轮椅坏了呗，那就是。嗯，我跑4天，我到那儿可不是轮椅坏了吗？你看，这就你就分得出来啊。有的事好弄，有的事不好弄啊。人拿手机刷短视频，嗯啊，只要不好，马上就刷啊刷啊刷，就不看。哎，这好玩，嗯啊，看半秒是啊，刷啊刷。你这你怎么强迫大家？这没法弄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你包括这种演出，像今天这种商演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这就是人力不可为呀。怎么不可为呀？是咱俩人在上海有朋友，嗯，你看看这状态，这好几千人呢，嗯，我也不能说请好几千人看我演出来，也没这么些朋友，对吧？您受累，嗯，来看演出来吧，啊，嗯，啊，我给您钱，给您买好吃的，哦，我再上家接您，完事打车再送您走，我这不疯了吗？那还干不干了？可说是呢，我这看完演出，人这几个女同志还站起来了，嗯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卖块表吧？哎，不用。我要买不起，哎，所以说啊，嗯，说相声，嗯，归根结底最后一句话，你得有真能耐，是那倒是，骗人不解决问题，没错，相声四门功课，嗯，脱鞋上炕，嗯，不是，说学逗唱，说学上炕是吧？没有上炕，对吧？啊，说学逗唱，说，嗯，嘴里得干净，这是功夫啊，学它是模仿。嗯，对，模仿表演，模仿动作，嗯，模仿各种的唱，什么都学。逗更甭说了，嗯，我们认识一个演员，啊，出国演出去，哎呀，来到酋长这儿了，给你们说一段相声，人觉着不可乐，后来就捆上，差点没给炖了，啊，模仿，那不是说的就是我们那个，说相声得逗，哎，唱，嗯，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我们本工程。你唱京剧，唱评剧，唱小曲，唱歌，唱这唱那个，那都算学唱。哦，人有专业的演员，我唱个京剧，
人有京剧院，对，你不就学的人家吗？嗯，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唱，其他没人唱啊。唱两句你们尝尝好不好？好，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大伙儿也都熟。嗯，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是唱好了不容易，那是没有什么乐队呀、伴舞了都没有啊，干唱。唱什么呀？好，坐舞龙捧有行家。嗯，谁有什么？啊，哦，好，我只能满足你们前三位的要求啊。啊，那是。哎，你看《舞龙捧圣》《白蛇传》《单刀会》哈。啊，对。那我给你们唱一个《劝人方》啊。哎，您什么脾气这是？下回他们就不下了。再来吧，唱几句《劝人方》啊。劝人方。嗯嗯。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。父母养儿愚帅子，子孝孙贤谁养育？弟兄们要相和与双子，妯娌们和美水帮着鱼。人生在世非容易，漆化清风肉化泥，龙游浅水遭下戏，那葫芦平阳被犬欺，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，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，猛虎岂在当道，我昆龙也有上天时，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，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，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，树木狼林有高有低，在那山上石头多玉石少，世间人多君子稀，没有钱别买您那看家狗，有了钱别娶那活人的妻，屈死三分别去告状，宁饿死别做那犯法的，三条大路当么劲儿走，曲曲弯弯是不低，阎王爷好比打鱼的旱也不定，来早雨来迟，今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，谁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彩幕两人斗，死后只剩下半灵犀，空见那孝子灵前点了三杯酒，不见那死去的亡人他把酒吃，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，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，交点朋友听点相声，那是赚地好。这叫劝人方，太平歌词就这味儿。要不说传统的艺术它有好处呢？嗯，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，都有用。我们都是打小学的这些个，是吧？我就属于耳朵馋。怎么？哎，谁教我点什么都爱听，都喜欢。老师们教我，外边谁听？包括我小的时候啊，啊，很小的时候说童谣，我都比一边大的孩子们会得多。您说的童谣是什么？就是小孩的歌谣嘛。啊，哎，从前有个山，山里有个洞，洞里有个锅，锅里有个盆，盆里有个碗，碗里有个勺，勺里有个豆，我吃了你馋了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小时候都这个，这北方的童谣啊，拉大剧扯大剧，姥姥家唱大戏，接闺女抱女婿，于谦也要去，不带于谦去。不是，那等会儿词儿错了啊，小外孙子也。我提这想干嘛呀？我这原词儿就是这个。我听那个，我们那儿有演员叫张鹤伦，有张鹤伦有一次在台上唱了什么歌来着？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！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儿！哎，对对，破鞋露脚尖儿。他下台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哪儿听的？嗯，他说师傅，这是我创作的。我说你住口吧，不是吗？我说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，就这段啊，就天津的童谣嘛。怎么天津？但是我们那个不是说破鞋露脚尖，我们说皮鞋露脚尖儿。怎么唱的？我六七岁的时候，啊，天津小孩们怎么说？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儿，皮鞋露脚尖儿，
老师让我交学费，我说等两天嗯，老师找我爷，我爷卖皮鞋啊。老师找我奶，我奶卖牛奶。老师找我爸，我爸卖羊辣。老师找我妈，我妈不在家。老师找我哥，我哥开火车。老师找我妹，我妹叠花被，气得老师流眼泪。那就这样了，这有点意思啊。这不小孩吗？小孩那会儿歌谣没有什么，后来上学了，上学了，嗯、学了那个歌谣就有一些个水平了。什么呀？档次就高了，就你看那个就挺好。比如那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嗯、土地庙，土地神儿。嗯啊，土地奶奶睡凉席儿。啊，树上有一个人儿，露着小肚脐儿、嗯。我一回头看，原来是我儿。往那边上去。您哪儿？这时候转头了？您这是大小喜欢这个啊？包括门口老太太们、老爷爷们，谁要会唱个什么小曲儿，嗯，我就爱跟人去学去。哦，也爱学，嗯、爱学着。我小的时候。就是我们那个我住平房的时候在天津啊，我们有一个邻居一个老大爷，哦，姓姚，哦，姚大爷，姚大爷，嗯，姚大爷就爱抽烟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哦，哎，抽完烟教我们小孩们唱这个小曲儿，老头会啊，哎呦，我就记他拿报纸卷那个烟叶儿，呵，这瘾大呀，他这现在可能都没人抽那，那叫卷大炮啊，哎，我们小孩给他剪那个烟丝那个梗啊，对，觉着挺好，给他剪，哎、嗯，完事拿报纸卷，呵，还蘸唾沫。对，他粘住了。赶紧学吧，活不了几天了。这个，嗯，嗯不是可爱吗？是吗？哎，印象特别深，是吗？教你一个，啊，真教。教你一个，教什么呀？就哎，就喜欢我，因为我喜欢学呀。啊，对啊。啊，姚大爷，您教我一个。嗯，教你一个。教你什么？教你一个端午节的歌吧。哦，五月端午，端阳节的歌。是是是，这是一个传统文化。好，头一句就是五月里啊。啊，好。行，别抽了，你怎么那么大瘾呢？五月嘛，五月里呀、啊，月儿照花台，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哥来，情哥你走过来呀，情哥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叫不你要请情的脉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，哪里去打牌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，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哎，你啥？好听是好听，这歌教小孩不老合适的吧、嗯、我听半天也没听出来跟端阳节有什么关系。哎，对，嗯，就这么一唱，爱听，过两天又碰见了。哦，那个会了吗？会了。你还复课呢？这啊，再教你一个。哦，大爷拿瓶啤酒，我还喝。唱吧。哎，哎，好，这歌反上来了。这个有一个传统的文化名著叫《西厢记》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啊。那会儿小也不啊啊，你们不懂不懂。哎，就是莺莺红娘张生。对，教你一个啊。哦，跟这有关系。哎，就是这个很好听，很抒情啊。您唱唱。嗯嗯嗯。一更里，这个张秀才跳过了粉皮墙来，莺莺可就说：“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儿哟，跳过来，跳过来，你是白白的跳过来，那么呀儿哟。”哦，二更里，这个张秀才把莺莺搂在怀，嗯，莺莺可就说。说什么？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儿哟，是吗？搂在怀，搂在怀，你是白白的搂在怀，嘛呀儿哟。嗯。三更里，这个张秀才把褂子脱下来，嗯，莺莺可就说。说什么？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。怎么还贞洁女儿？脱下来，脱下来，你是白白的脱下来，那么呀儿哟耶！嗯，这老头就会这种题材的吗？
后来又告诉我了啊，再教你一个啊，教你一个这个文学性更强的啊，但是种种原因我不能把这个歌的名字全告诉你，还背着人，前俩字叫十八，那也跟告诉差不多了，你不能让他们随便跟你学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咱们这个歌已经经过改编了，哦，改了，现在叫十八不摸，您想怎么着怎么着呗，反正，嗯，还没等唱呢，嗯，警察叔叔来了，把姚大爷请走了，就我就说没不落好嘛，啊，但是我每次见到姚大爷，我还是很客气的，是吗？谢谢您，您教过我小曲儿。哦，学东西了，谢谢姚大爷啊！你这孩子嘴啊，唱不了这玩意儿。怎么了？老说不对。嗯，什么姚？哦，鱼。我姓鱼。哎，要奔着我们家来，你看看。不不不，不能再提你父亲了。啊、是吧？对，因为这些年你父亲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啊，那很多相声前辈已经批评我了。批评什么呀？郭德纲，你不像话了啊！你台上老说于谦的爸爸，对，有相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，你看谁的节目里边提过于谦的爸爸啊？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？那是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吗？真正对我们来说。搜集这些个小曲小调，我们把它记住了、嗯、其实对文化是个传承啊。那当然是有好处的，你包括咱们就老唱了什么探清水河什么的，是你看这也多少年了这歌啊，那好听啊，你不光咱们这喜欢，你包括人家祭奠这个玉米神的时候，人家这嗨，别提这玉米神了，这前些日子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张云雷、陶阳，我们在台上唱了好多小曲儿。啊，唱过这个吗？那天也唱了好多、哦。我确实那天很高兴。是啊，有这么多观众还喜欢我们这些东西，说明传统文化不会亡。这个、而且有的东西你要不研究它就耽误。你包括那茉莉花，茉莉花是什么呢？你到南边来，大家更熟悉了哈。对，都知道江苏民歌《茉莉花》。哦，其实这个茉莉花最早出现在。有记载吧，应该就是明朝万历年间，那么早啊，那会儿就有茉莉花，是吗？到后来有文字记载是清乾隆年间，嗯，再后来遍地开花，也挺奇怪啊、哦、这个茉莉花很厉害，怎么由南到北中国所有的省市几乎都有自己的茉莉花，哦，有不同的唱法，你看这很奇怪，哪儿都有啊，南边北边各处 啊都有，当然大伙儿耳熟能详的是江苏那个唱法，哦，江苏那个。我们上次在台上我们演的那回，其实那是北京老的莲花落里边的茉莉花的唱。哦，那个怎么唱啊？他那个曲牌原名就叫鲜花调、哦、当年叫鲜花调，这后来改叫茉莉花，其实也挺好听、啊、您给唱唱这个。唱进去你们听听啊、哎、鲜花调的这个。嗯。他那很长啊，这十多段咱们就掐一点您听听啊，长味儿 啊。嗯。好了一朵茉莉花啊，哎哎，好了一朵茉莉花啊，哎哎哎哎哎，花开花谢，是花也比不上它，奴家有心呐、啊，恰花。有不这个看花人呢、啊？看花人嘛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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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真是单一味儿。哎呀，您上网搜搜去吧，有的地儿可能都没有了，是吗？哎、每个省市都有茉莉花，嚯，唱法不一样。是小曲儿啊，无外乎就是唱事儿、唱景、唱人。哦，唱故事，嗯，有一个小曲儿我是特别喜欢，哪个呀？哎呀，就是这个混沌初分天地不开，哦，我很爱这个，怎么唱？啊、也其实很简单，但是韵味很好、嗯，包括里边又有滋味，又有笑料，哎，观众特别爱这个。哎，那您给唱唱这个，您来特别好、啊哎，这混沌初分，哎哎哎、混沌初分、啊、天地不开啊，哎，来来，混沌初分天地不开，才引出朗朗乾坤花花世界来呀，都说是英雄造
好时势，苍天也不睁眼，就把这个英雄埋。孔夫子卧室困臣才，姜太公不得势，稳坐在钓鱼台。朱买臣不得势，深山把柴砍。吕蒙正不得势，寺庙赶过斋。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，也无非鸟为食来人为财。我说此话诸君若不信，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。我这说话